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phys， 今天要讲 Song 这个功能。CSP 预设了50只流行曲、50只钢琴曲和一些练习曲。当你要练习一些新歌的时候，记得开放个街。你可以随意调校速度的快慢，亦都可以独立练习左手或者右手。当我 Steam Light 闪闪下的时候，就代表等下我们开始啦。红灯代表白键，蓝灯就是黑键。有了 Steam Light 的功能，學手新歌真的很快的。下集我們會講一下 Audio to Score， 記得留意一下。